这是我追16年了啊，第一次线下看比赛，尤其体操比赛，我还离着平衡木特别近，我就怕我受不了自己，我没控制住，我尖叫一声给他们整紧张了。不过我寻思不能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在线下，应该在地下，应该在热身呢，应该好好练啊，好好比的。欧玉山、唐西静、张锦、周雅琴、韦小媛、邱奇媛、何立成，我都喜欢，全部都喜欢。咱小胖这脏了啊，给你哥哥给你把灰抬掉啊，小胖好好上大学啊。杨倩，这个也叫顺顺，王顺。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弄得真的很好，然后赛场地也弄特别好看啊！我前面就是央视的这个导播设备，大设备放这儿，我就站在这儿看他们跳360，对不对？我就把相机立在这儿，看他们谁大分腿，特卡切夫上马，对不对？自由体操项目国伟贾若仪，直好，站好，广东欧玉山。第三在一个北京的。
And now, prize presenter. Hello, 大家，今天算是我这儿最后的 ending 了，但我忘了，我还没怎么吃晚饭，我就在门口那个罗森体育场门口罗森买了俩肉丸子，还有酸奶。现在就是又饿又难受，心脏有点难受，我不好好睡觉。然后我就上网搜点评，要点就是点的这个销量特别高的这个外卖，没想到在杭州可能真的是美食荒漠，是这个东北的小炸串，说这个据说是老板是东北的，这个叫喜姐，还有一个就是海南的一个清补凉啊。杭州你有事儿吗？我就想尝一尝它好不好吃哈。然后清补凉因为在上海唯一一家据说是还行的，在静安寺。我要是点外卖的话呢，我得花个40块钱才能配送。然后炸串的话在上海也贵，杭州的话就是外卖稍微比上海能便宜个3-5块左右。我觉得这个炸串它要是不好吃它没啥，你别霍霍我，让我刚稍微养好一点点的肠胃又恢复过去了，那就不好了。然后我们先吃先喝点这个清补凉吧，我真的是有点吃不下去。哟，料还挺足的，老铁看一下，料挺足。今天挺累的朋友们，然后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是上海出来的，或者说大家今年就是想十一想出去玩，考虑考虑离家近点的。这里是椰奶底儿的，还行，这个是20多块钱。这个叫什么牌？皇室水牛奶，但是他们家还有那个什么网红酸辣鸡爪、网红炸年糕。哎，杭州这个城市是不是就是必须得前面加俩网红这俩字啊？反正我是看这俩字，我完全没有想吃的欲望。再说回今天的比赛，个人认为，众望所归吧，结果挺好的。小邱还是需要历练，然后小欧呢也是，他这次拿银牌，我比他每次之前2019年拿国内的金牌都开心，因为这次真的是他自己拼过来的。一年前他什么状态，一个月前他什么状态，真挺不容易的。明天的话就计划可能多休息一下吧，吃点东西是能舒服点。然后这个炸串我已经闻到它，就没打开，我就闻到它的这个是酱烧的了。哎，这个好像这个料看着还行，但感觉有一股番茄酱的味儿。还行，酱炸的不错。比上海那种干干的，然后让你蘸甜面酱的，我觉得好吃一些。然后上面还给你，上面还有葱花。但是你说杭州这么有内涵、这么文艺的一个城市，你告诉我你的特色小吃是炸串，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这个酒店当然呢也不是说没有优点哈，它离我的比赛场馆巨近。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也行吧，但是只不过我住便宜的酒店包括民宿住惯了，经常旅游淡季出来自由职业之后，明天就得起来去做个核酸，然后找个东西吃。可能我明天下午晚上去西湖转一转，想坐个船拍拍航拍，然后下午去看比赛啊。我也要了这个网红年糕，还说人家呢。那我们就不说了啊，我要赶快吃完休息了，心脏不太舒服，睡觉睡太少了，拜拜，杭州第一天结束。